今天我和政委把大家叫到这儿来，一个是跟大家通报一下，现在这种状况非常艰难，没饭吃，这是现实。这个时候人容易冲动，容易脑子发热，那就能做出不理性的事情，就会造成损失。我不想损失任何一个兄弟，要冷静。 再照这样耗下去，大伙都饿死了。大家伙回去，在自己的兄弟们之间多说点鼓士气的话。我们需要力量，现在不能冲动，更不能认怂，不能说打蔫儿的话。啊，现在只要是活着，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应该很快。 只要有信心，只要联系上兄弟部队，援军一到，就可以帮我们脱困。关键是咱自个儿不能先怂，不能先蔫了。向东啊，我觉得特别的奇怪啊！我前脚刚到海城，你们后脚就盯上了。 这情报可能是怎么来的？杨大哥，你别看我们是学生组织，成立的时间也不长，但我们的情报网已经覆盖了东北三省，大部分的成员呢都是学生。我们内部呢有严格的纪律，成员的家境呢也还不错，资金方面比较充裕。顺便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们不少同伴已经渗透到鬼子的阵营里去了。没想到你们学生组织还挺厉害的。哎，杨大哥。 你们南莞抗日军也不容易，在这三山老林里面，生活艰苦，物资匮乏，就为了运送这点机器，走这么远的山路，实在太辛苦了。只要基地安全，再辛苦也无所谓。嗯，你说对。哎，等到了基地，我把我们基地的头介绍给你认识认识，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。那太好了。 老大，老大，不好了！日本人把关卡设在咱们回基地的路上了。掌柜的，咱们得想个法子，把他们的关卡给端了。杨大哥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向东，你把机器藏好。好，大家跟我来，快！ 鬼子的装甲车也来了，咱们得想办法摧毁他们的装甲车，要不然我担心我们的根据地不保。嗯，你说的没错。杨大哥，机器藏好了没有？藏好了。给我们一个实战的机会吧，狙击和暗杀是我们的看家本事。哦，那我倒要见识见识你们的本事。不过要小心。放心吧。 清理尸体，换上他们的衣服。杨大哥，我们的人身手怎么样？把枪给他们，准备行动。
说没说？検査だ。降りて検査だ。夏大湾，你来开车。是。向东，走。好。上面单位，所有支援都到了。是，除了粮食，还有大批的部队。准备全面进攻。啥？不，全面进攻？咱们不是只负责封锁吗？我已经得到了消息，南满抗日军已经断粮了，他们的大部队已经饿了好几天了。这时候攻过去，我们就会把他们基地全面瓦解。想抓杨天笑，就易如反掌。可是太君，这杨天笑诡计多端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对付吧？王大海，韩立，炮兵开始朝对岸开炮。是，跟我走。徐烨和李志明带两个大队前去增援。是，政委，那我也跟着去吧。你不能去，你还有重要的任务，就安排给你。政委，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比打拐子更重要？转移根据地。鬼子在攻击我们的根据地。
咱们根据地这么隐蔽，鬼子是怎么知道的？鬼子火力那么壮，咱们根据地能守得住。开火，小麦子，先解决他们的机枪和迫击炮。 撤吧，要不咱真的会全军覆没。撤！这帮日本猪，他娘的跑了！这帮小鬼子，真走了。哎，老兄。 你给我找点吃的吧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挖坑给老子埋了吧。啊，我现在累得连挖坑的力气都没了。走，向东，别追了。杨大哥，这一仗打太痛快了，你们南方抗日军真是厉害。 有伤亡吗？跟那个兄弟阵亡了。小太官，找他们埋了。是。小东，赶紧把机器运回根据地吧。好。将军，您下令撤兵，这是编制之权，要不然。
再跟杨天笑那么纠缠下去，肯定连命都没了。你害怕了？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只是现在一想起杨天笑这名字，哎呦，我这小心脏，我就浑身发麻呀！我，没出息的东西，以后像个男人似的。是。马政委，哎呀，这一看，真是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少壮派啊！非常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南满抗日基地。本来我们应该很好的招待一下你们，但是非常遗憾，我们马上就要转移，所以就慢待同学们了。哎，那也那也，马政委你客气了，我们这次前来呢是专门向你们南满抗日军学习的。这样吧，长安，由你来接待一下同学们，我们的孙师长来接待一下你们，失陪了，失陪了，孙师长。孙师长，赶紧歇着，赶紧歇着，快去。你们马政委倒像是个慈祥老人呢。那是你不了解他。马政委是一名真正的军人，我们都一样。我们南满抗日军秋闲若渴，你们学生年轻有朝气，关键是有学问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这个学生抗日杀奸会能加入我们南满抗日军的话，那是天大的好事。是啊，小东，大家团结在一起，这样力量更强大。是，团结是没有错。但我们呢，现在没有打算加入任何一个武装组织，关键我们想发展自己的力量。不如这样吧，等我们发展壮大了，也欢迎你们南满抗日军加入我们。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。发展自己的力量没错，但是我觉得就当前的形势，如果各自为政的话，反而会分散了我们抗日的力量。其实我们有共同的理想，有共同的敌人，何必分你我呢？一心抗日是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抗日理念不一样，我看还是各司其事吧。况且团结有很多种，但是要看是你跟我团结，还是我跟你团结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当然不同了。就像我们来时的路，有正道，有小道，还有旁门左道。石同学说的对，有正道，有旁门左道。但是，哪条是正道，哪条是旁门左道，咱俩都说的不算。谁说的算？老百姓说的算，历史说的算。对对对。孙师长说的是，那还是要老百姓来评判吧。咱们今天不说这个了。这次呢，我是专门来向你们学习的。哦，那可不敢，应该说我们向同学们学习。今天呢，我就倚老卖老，跟各位同学撩句我掏心窝子的话。年轻有理想有抱负，这是对的。但是，咱们光空谈理想，不结合实际情况的话，那叫个啥呢？纸上谈兵。咱说句实在的话，那啥也不是。你说呢？孙师长教训的是，向东我铭记在心。希望有机会，还能再一起合作。只要你们还抗日，一定。好，再会，杨大哥。希望我们还要一起打鬼子。保重，再见，再见，保重。天笑啊，这帮年轻人这样下去会吃亏的。这是你的朋友，有时间找他们多聊聊啊。师长。
这次根据地暴露了，差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。可政委说要马上转移，鬼子已经撤退了，而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封锁。您觉得呢？咱们这么离开会不会太可惜了？机器刚弄回来，该怎么处置？天晓，这些机器可以运到密营去安置。另外，我觉得。 政委这样做有他的目的，就算让部队做一次转移的练习，以后我们的部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这样会加强部队的机动性和警惕性，我觉得是好事。政委的想法确实有远见。所以啊，天晓，老马这个人，你越跟他接触久了，越觉得他真的是不一样。 我们得好好的向他学习学习。师长，师长，杨团长，政委请二位去开会。走，走。林校，找你来就是想把我们这次转移的行军路线和宿营的地点跟你说一声。政委。 我个人认为，知道的人越少，会越安全。你也不必告诉我。不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而且仅限于咱们三个人。陈晓，关于这次转移，我和政委想听你的建议。政委，既然您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说说我自己的想法。我想把大部队分成三组，以三种不同的路径，向目的地转移。 天晓，你果然心思缜密。青龙，你这是忙忙叨叨的，干嘛去呢？嘿嘿，哦，我去找邓国泰问点事儿。哪也不许去，你就这儿待着。不，我你误会我。啊，就按他说的办吧。好，天晓，吩咐下去，做好准备。是，天晓。 这三条路线就是这样，一是这条，好，邓国泰，这条，然后，老大，我在厕所里发现了这个东西，师长。 微型发报机，我明白了。这个潜伏的内奸，就是通过这个微型发报机，把我们根据地的详细情况和具体位置报了给鬼子的。小台湾是在哪发现的？牢房。怪不得我们的一些行动计划和方案。 这鬼子知道的这么详细、啊，同志们，请稍息。为了适应和小鬼子斗争的需要，我们要进行转移，并建立新的秘密营地。这次转移是一次大的行动啊！ 为此，我们做了周密的安排。现在由孙师长下达转移命令。这次行动分三个小组，杨天笑，到。你负责第一小组，是。郑国泰，到。你负责第二小组，是。罗定国，有。你负责第三小组，是。两个要求：第一，行动迅速；第二。 严加戒备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出发。是。
这他娘的新根据地在哪儿啊？知道不？我是不知道，我就算知道，我也不告诉你。我真的走不动了，我们歇会儿吧。走不动也得走呀。就是。哎，走不动了，我找个人背你呗。金龙，来。啊。背他。凭什么呀？我还不想让你背呢。金龙背上肉多，背你你舒服。我还不舒服呢。 各位，不背，真不背，就不背。走。停！师长，天笑，安排大家原地休息。大家原地休息，注意戒备。是。徐悦，到。跟天笑到前面探一下路。是是。凤城义勇军没了，南满抗日军的根据地也守不住了。再退，往哪退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天笑，我知道你最近在查内鬼的事情，有头绪吗？没有，这次对手太狡猾了。 你呢？一无所获。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你绝对不是内奸。徐烨，不要因为我们是过敏的兄弟，你就徇私。天笑，我什么样的脾气你太清楚。我像是那种徇私的人吗？那为什么这么肯定？我就不是内奸呢？因为当时内奸暴露根据地的时候，你还在海城买机器呢。也就是说，根据地的所有人都知道怀疑，包括你在内。 戒备，原地休息。啥大勋，咱不走了。怎么，你还真想当缩头乌龟了？我决定回去杀他们个回马枪。啥？他们以为打了一场胜仗。 这时候啊，一定会疏于防范，所以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突击回去。我绝对不会放过这次绝好的战机。太君，你看就咱们现在这样，那毕竟是人家的根据地呀，兵力和火力一定还是很猛啊。太君，兵贵神速，让他们措手不及。哎呦，太君，但是我怕这个。他，如果再这样回去见松本大佐。 师长，喝点水吧。师长，天笑，有什么情况？鬼子又杀回来了。这一点政委早就预料到了，鬼子一定以为我们打了一个胜仗会疏于防守。兄弟们，收拾东西，准备转移，记住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 出发，走快点啊！大军，我说没错吧？他们肯定在庆祝，咱这喝多。 没损失一兵一卒啊！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，都打起十二分精神来，千万不能出纰漏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是，王大海，你先带一小队前面带路。啥？太君，我做前锋啊？
那你让我去吗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其他人准备好，随时配合。你们跟我走，走我前面去。不走了，前面是个岔路口，咱该往哪边走啊？走左边，不过让大家小心点，路上一定会有很多地雷。左边啊？嗯。走！兄弟们，警觉一点啊！兄弟们，看着脚底下，看着脚底下，在这儿不要犯低级的错误，知道不知道？完了！完了！怎么不走了？太君，救我！太君，我踩雷了！你来吃饭！这边，哎，太君，喂，鸡蛋不给。大哥，咱不会死吧，大哥？啊？就靠你了，大哥。抬起来吧！啊，啥？抬起来死了，大哥，抬起来！大卫，继续走。大军，你说这谁呀？这孙子！这不成心吗？这是，气死我了！放开！我再去。以后你要再一惊一乍扰乱军心，我就毙了你！出发！出发！杨天笑他们提前有所准备，但是也能看得出来，他们跑得很慌张。再有所准备，也没有跑得这么快。太君，这不是运气啊！我跟他打过好几次交道，杨天笑是真的可怕。好了，和尚跑不了庙，把这里通通给我烧光。基地，回去向松本大佐也好有个交代。哎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密营的位置呢？没什么了，我就是想提前了解一下，好做个准备。你看现在这个情况，咱们只有提高警惕，才能确保安全。再说了，只有这样，我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你吗？我就知道，你一定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。小兰，在这休息会儿，来。
喝口水。好，谢谢。咋的了？我脚崴了。徐月，你整根树枝子让他拄着走。爸，那我走不了了。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还得走多远啊？丫头，我这是带兵打仗啊，你别给我添麻烦。哎呀，爸，我脚都崴了，你还让我怎么走啊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就把转移的地方告诉我。等会儿我再跟上不就行了吗？我早就说了，转移的目的地谁都不能知道，这是纪律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又走不了。爸，你就告诉我吧，我是你女儿，你连我都不相信吗？你还好意思说是我女儿啊？你都不守纪律，我怎么带兵啊？师长，不如这样吧，让小文留下，由徐烨照顾他。等我们到了新的根据地，我们再派人回来接他。小文，小文，我照顾你，坚持一下。不行，我就要知道。徐烨，松开他，松开他。你想留下是吧？好，你有志气，你自己留下，啊！谁也不许管他，谁也不许袒护他，走。来，我扶着你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的脚好了，能走路了。你管得着吗？一边待着去。哎。那狗咬李洞宾不是好人心啊！你哪那么多废话？师长，这路好像看起来眼熟是吧？啊！那就没错了。走。加快速度，走。哎，这条河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河堤岸不就是根据地了吗？我们怎么又走回来了呀？同志们，马政委他故意让小鬼子破坏我们的根据地，目的是让小鬼子呢完全想不到我们会回来，可是我们偏偏回来了。这叫啥呢？这就叫兵不厌诈。哎呀，啥招都没用，我们这当中是有内鬼，你看着。过两天啊，我们回来的消息，鬼子还能知道。老罗，这个你放心，马政委有他的计划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不要在这耽搁时间。我们马上要渡河了，为了防止敌人的埋伏，我们分三个小组渡河。另外，田校安排一个小组在岸边做掩护。是。